们今天就是开快一个小时的车来到华盛顿州的另外一个城市叫 Tacoma， 买了一杯咖啡，就是在西雅图待太久了，好像有点没事做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个事情做，对。然后这是我们刚刚买的咖啡，我每次都点那个白巧克力摩卡，然后他们白巧克力没了，所以我这次就点一般的摩卡。我看他们的咖啡看怎么样，我好喜欢吃这个风，你吃喝喝看，就缝就好了，是不是比较细？嗯，蛮喜欢。我们喝完咖啡后就想吃一点咸的，然后现在在 Google 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大家推荐的餐厅，然后要外带来吃，然后我找到这一间，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这看起来不错，好啊，那就吃。好 ，OK。我们现在要走路过去，因为刚刚找到这一间餐厅就在咖啡厅的附近，所以我们要走过去买外带。然后我们原本要去，我给你们看对面的这个 deli 买三明治，可是就是看了照片我就觉得还好，可是外面都有人在排队哦。好，那就是点那个吗？对。OK， 好，那就进去点吧。是有两个 burger 吗？没有，它只是没有连起来了。哦，这好像鸡排哦。对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 tater tot 好大，是叫 tater tot 对不对？嗯。它有点 QQ 的。对啊。哎，是不是有加 cheese？ 对啊，有加。先来吃吧。好好吃哦。你在看什么，阿飞？看好专心哦，在看什么？公园超级多松鼠，而且松鼠的身体都很胖，就觉得好像他们是不是吃很好，屁股都超大的。Tacoma 的 downtown 开车晃一晃，原本想说可以找一个地方就稍微走一走，可是我发现他们的市区就是他们 downtown 还蛮小的，所以我们就只有开车就这样子经过一下而已，所以我们差不多要回家了。
Michael 帮我买了一个这个 Student Driver 的贴纸，磁碟贴，然后帮我贴到后面。我还跟他讲说一定要买大一点的，因为我怕别人看不见。他们还是特别大的。这边我左边也贴，右边也贴。就这样。好，贴好了。我们刚刚在 Bellevue 学开车，然后练习，然后这个 campus 还蛮大的，所以我就是可以开出停车场，然后绕那个 campus 一圈，然后是有机会遇到其他的车的。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还有一台车就嫌我开太慢，然后在那边后面扒我。可是我觉得我这次进步蛮多，就是我比较敢踩油门，也大概知道说油门要踩多大力就会跑我要的速度，所以有进步，开心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去买就是那种台湾传统早餐，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早上了，已经基本上要是吃晚餐的时间，可是就是想吃台湾早餐。我们刚刚本来是要去我们买豆浆那一间店买台湾的传统早餐，可是就是他们很多都是要自己回去煮的，所以我们就换了一间，就只有买了那一间的豆浆而已。卷饼跟韭菜盒子，然后韭菜盒子原本有两个，然后被我吃掉一个。我刚路上的时候就太饿，想要吃一个。蛮好吃的，随便吧。可是有点像小笼包，皮厚一点、大一点的水，小笼包。我们不是有吃过吗？嗯，很久以前，太久就忘记了。一两年前了哈。